老母亲为了还3000块的赌债，把刚成年的女儿嫁给了50岁的糟老头。接亲的路上，女孩偷偷掀起盖头，一眼就看见了对方的地中海，这让她完全无法接受，于是直接从车上跳下来，义无反顾地跳进了河里。她宁愿死也不要跟这个糟老头过一生。好在上天怜悯她，女孩捡回了一条命。她顶着大雨一路跋山涉水，最后来到了一个村子里。饥寒交迫的她躲进了一个鸭舍，偷吃起了鸭子吃的食物。被抢了吃食的鸭子嘎嘎叫，养鸭人春哥听见了，直接把女孩抓了起来。举起煤油灯一看，女孩的相貌十分出众，虽然有些狼狈，但也不像是小偷，于是就把她放了。此时的女孩饿得连路都走不稳，善良的春哥拿出2块自己烙的饼给她，儿子阿毛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送了她。女孩对他们表示感谢，然后就离开了。次日春哥去地里干活，发现女孩睡在了路边的草垛里，春哥对她起了怜悯之心，于是伸出了援助之手，把她带回了家。村里人听说春哥捡了个漂亮女孩回来，纷纷来到她家门口看热闹。福奶奶端来一碗汤，询问女孩的名字和来处，女孩低着头什么也没说，大家以为她不会说话，于是找来纸和笔让她写，女孩依旧摇摇头。这下大家彻底没办法了，于是去请示了村长，问她应该如何安置女孩。村长找了几个年轻人去附近的村长打听情况，看是不是有谁家的闺女不见了，但这个一时半会也找不到，于是开始商量这些天如何安置女孩。阿毛激动地说住我家，被春哥一把捂住嘴巴，大家被逗得笑个不停。老八想给儿子娶妻，跟村长说可以住他家，村长看出他的心思拒绝了。如今是新时代，可不讲究包办婚姻那套，福奶奶家主动说去他家，他一人住着孤单，正好有人做个伴，为了女孩在这住得更好。村长还号召村民们家里有不用的都可以送来给女孩，女孩就这么在这住下了，平时还会帮福奶奶编编竹筐。福奶奶心疼女孩身子骨差，煮了一碗鸡蛋给她补补身体，可女孩家人始终没有消息，她就这么在这里住了下来。这个村落民风淳朴，依靠着养殖鸭子的事业发展经济，春哥是村里最好的养鸭好手，没有一只鸭子不听他话的。村长为了让村里人都发家致富，决定扩大养殖规模，这个经理人则需要精挑细选，于是村长把所有村民召集在一起，因为养鸭子需要在水上工作，所以谁在水上划船划得最好就可以当选。村里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，但大多数人一上去没划几下就翻船了。村长看着心里有些着急，这选不出来个经理人怎么发家致富啊？女孩就是在时候出来的，她表示自己可以试试，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跳上了船，然后用她超强的平衡力震惊了众人，大家都十分惊喜。没想到女孩深藏不露，给了她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就在大家认可了女孩时，春哥却不乐意了，因为春哥在上一段失败的婚姻中受了伤，所以对女人有了排斥，不想跟女孩一起共事。村长开口劝解她，女孩跟其他人不一样，而且为了他们的养鸭事业，春哥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但他平日里对女孩十分冷漠，女孩也不会说话，俩人就一直默默地干活。很快一场暴雨席卷而来，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。女孩对救自己性命的男人一见钟情，即使那个男人离异带2娃也毫不在意，之后更是频繁地向她示好，连带着她的儿子也爱屋及乌，会给没饭吃的阿毛做饭，陪孤单的阿毛一起玩耍，弥补了阿毛成长过程中缺失的母爱。这天夜里，春哥原本打算给阿毛洗脚，但他不愿意闹个不停，春哥便打了他一顿。女孩听到了隔壁阿毛惨烈的哭声，急忙跑过去把阿毛抱起来，让他趴在自己肩膀上轻声哄着他。春哥默默地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对女孩十分感激，因为这段时间女孩总是会帮忙照顾阿毛，他平日里忙着养鸭场的活，加上他一个男人带孩子难免有些疏忽，时间长了春哥也被感动了，但他不想耽误还是黄花大闺女的女孩，所以没有把娶她为妻的话说出口，只能在黑夜里独守空房。这天女孩正在陪阿毛玩，一个小姑娘告诉她春哥出意外了，现在正在医院。女孩立刻抱起阿毛去看望春哥，好在春哥没什么大碍，女孩便全心全意帮她打理好这个家，一大早就去挑水做饭，把家里养的猪仔喂得饱饱的，把鸭子赶去湖里吃草，晚上还教阿毛读书写字，家里家外照顾得井井有条。不过女孩一个姑娘家的，总是容易被人欺负。这天她发现家里的鸭子少了2只，急得女孩到处寻找，原来鸭子是同村的大爷偷走了。尽管女孩找到了，大叔却不承认死活，说这是他的。他知道女孩不会说话，就让她证明这2只鸭子属于她。没想到女孩真有办法，只见她拍拍手，那2只鸭子居然朝着她游了过去。大叔的谎言彻底戳破了，只能把鸭子还了回来。他在女孩这里没讨到好，便跑到女孩住的福奶奶家。当初女孩刚来这里的时候，是大叔家里多余的床送给了女孩睡，如今他要把床拆了搬回去。女孩本就是个外来人，这床一拆她也待不下去了，收拾了东西准备离开。刚要出门的时候，大病初愈的春哥来找她了，他听说了这是特意过来给女孩撑腰，而且这段时间女孩对他和阿毛的好，他全都看在了眼里，心里早就对女孩有了爱慕，于是直接给女孩做了个新床，让女孩继续留下来。女孩心生感动，主动拿着毛巾去她擦汗，小女生的心思不言而喻。
俩人心里都有了一丝甜蜜的滋味。还没等他们继续发展下去，村长得到消息，女孩的未婚夫找来了这里。春哥知道这事后心都凉了半截。回到家后，春哥看女孩的眼神都有点不对了，女孩还不知道这事，春哥态度的转变让他摸不着头脑。女孩正在和心上人谈心说爱，一个自称她丈夫的男人找了过来，说女孩是他的妻子，当初是因为自己打了他，他才离家出走。村民们都对男人打女人的行为很不屑，但这是他们的家务事，尽管他们有妻也不能怎么样。为男人指明了女孩的住处，女孩正在河边发呆，男人突然出现在她身后，把她吓了一跳，但她根本就不认识他，匆忙跑了。跟随而来的妇女们才知道这是认错了人，闹了一个大乌龙。春哥也放心了不少，此后对女孩更加上心，俩人也越走越近。很快到了丰收的季节，他们处对象的事自然也逃不过大家的眼睛。妇女们摘了梨回来，丢了一个给春哥，却故意不给女孩，想看看春哥会怎么做。春哥直接把梨给了女孩，女孩害羞的笑了，又把梨让了回去。无奈春哥打算把梨一分为二，拿起刀要砍的时候，女孩阻止了他。分离意味着分离，他直接把梨整个拿走，娇羞的吃了一口。俩人目光相接，眼神里是止不住的爱意。围观的妇女们目睹了一切，对这样的事喜闻乐见。村里的养鸭事业也越做越好，名声也传了出去。很快就有报社来采访，把村子当作脱贫致富的榜样来宣传。所有村民都感到十分荣幸，他们都穿上新衣服准备拍照。春哥也买了新衣服送给女孩，女孩送上了自己为她缝制的新鞋。同村的小姐妹打趣他们，女孩害羞地把鞋子往她怀里一塞就跑走了。只是没想到记者把拍摄的女孩照片放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。女孩还没来得及高兴，突然脸色变了，因为她是逃婚出来的。这报纸一登内，她现在的位置也暴露了，家人很有可能会找上门来。女孩不想被他们找到，直接跑了。而她的家人也的确看到了报纸，找来了村子里。女孩还没跑出村口，就看见了他们的身影，吓得她转身往回跑，最后还是被他们追上了。母亲哭着跟她道歉，说自己当初不应该因为家里穷就把她卖给那个50岁的糟老头。当初女孩也是因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，才会逃婚意外来到了这里。尽管母亲道了歉，但她心里还有怨恨。可母亲跪下来求她原谅，说如今家里富裕，不会强迫她出嫁了。女孩还是心软了，在悲痛中大声叫了一声妈。众人这才知道，原来女孩不是个哑巴。她之所以不说话，是担心家里人找到她。后来不解释，也是担心村民因为她撒谎赶走她。现在和母亲和解以后，她向村民们道歉，也感谢了他们这么久以来的照顾。最后在大家的欢送下，和母亲一起回家了。至于春哥也抱着阿毛一起跟他告别，他们的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。女孩会回来和春哥在一起吗？影片并没有给我们展示，大家都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他们并没有在一起是让人始料未及的，连带着这个故事知道显得不够圆满。不过影片本意就是为了迎合改革开放的大环境，特意选取了这样一个小村庄，讲述村民们靠养殖鸭子脱贫致富的故事。女孩和春哥的爱情也是引入这个点，并不是这个影片要表达的中心思想。而影片中展示的农村环境和百姓的淳朴民风，也记录下了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影像。